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成人自学唱歌，唱歌声情并茂是最高的境界，也是最低的要求。首先要解决声的问题，声没有问题了，接下来就要移情待歌。有了正确、适当、饱满的情绪，才会打动人心。不过呢，移情待歌，它也不是刻意的追求声音的响亮。比如说，在那桃花，哎，这样的声音就太过了。收着唱，有时候那个声音啊，反而像讲故事一样，容易打动别人。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，哎，这样反而更容易打动人的心，像讲故事、像说话一样，歌唱就是有旋律的说话。